鉴于栗泽良先生在蓝天湾项目中所做出的错误决定，才导致欧曼此次股价风波。我方建议，必须免去栗泽良先生的董事长职务，因为拥有污点和错误领导思维的董事长，对公司百害而无一利。 来，大家投票吧，我服役。那以后这事怎么办啊？只好遵事，先看看大家吧。施总，表个态吧。 现在可以正式进入流程，施总，主持一下会议吧。厉先生，厉先生，着急回家呀？回去干嘛？哦，你要回去陪你的女朋友。哎，你女朋友不是在那儿呢？ 这个脑子已经是前女友了。谢律师，要我说你也是够有魅力的。这两姐妹争先恐后，同时爱上了，尤其是这苏小姐，放着欧曼的董事长夫人不做，偏偏爱上了你，你一定要好好珍惜。戴泽，嗯，我警告你，不要在公开场合讨论别人的隐私。隐私？啊，这是隐私啊。那这样。 不如现在就公开一下吧，苏小姐，你是不是和栗泽良先生已经分手了？说，没错，我跟栗先生早就分手了。 从此各不相干。哎，厉先生，太惨，丢了董事长，又被女朋友甩了。怎么说来着？这叫赔了夫人又折兵。哎呀，惨！算了算了算了，惨了。